所以不要去吸，要去注意这一点。五、六、气片全身，哦，做好收腹再转腰。这个地方我们都急着转腰，所以你的膝盖会伤到。一定要中立，一定要腹松。哎，你再看好，老师又在做右弓腹前来，左臂右摆，请注意参考哦。好，动这个动我们都没有做出来，都马上急着左转腰，这是我们的盲点哦。要两腿相随，红转并沉。你看，动这个一个劲，真怕是咱拢绕到底，这会使接一个劲哦。动气遍全身，哦，直直甲坐落来，啊，腹松了，已经落去啦，啊，你才呼，啊，才转腰。哦，发挥左重左肘膝，右重左右梁。哦，哦，啊，还没还没开始，不去拜，起码没攻击的右派。哦，左步讲好了哦，右派哦，从前回沉移。啊，咱哦，咱那咧做的错误动作就是安尼做。哦，对吧？啊，不，甲转了啊，就向右转了啊，就扭腰又膝盖伤到。哦。老师，你们搬到右后，注意参考，动或收腹做好了，转腰落胯，好动，好沉移回来，腹松在右旋腰，哎，他你有右旋腰，他自然就上来了，就毛起胸部了，好呼，好顺势回来，注意参考，从右脚动，好腹松。在左旋腰，体锁上是我们都是急着左转腰了，所以膝盖会伤到，更严重的就是僵硬啦，无法松挪哈。好，坐，呼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急着右转腰，你要先腹松再右转腰。好，动，两肩松开哈。好，腹松，转腰落胯，呼，顺势，顺势离地哈。好，动，动，好，腹松，转腰落胯，呼，好，顺势哈，好，动，好，收腹，转腰，呼，猫形步，哦，动，呼，就是说单腿的时候。你要转腰之前，请各位注意参考哦。哎，你要转腰之前，先腹松，再转腰呼。哦，动，腹松，而且转腰呼。单腿的时候可以转腰落胯，但是转腰落胯之前，你要腹松，要注意这一点。我们的盲点就是急着转腰，但拢伫伫边转腰啦。所以无法松沉，无法这个气轮无法这个顺畅。哦，顺势回来，动气片前伸，腹松转腰，呼，哦，动，漏时了再转腰，动这里也是一招哦，呼。刚才老师在讲腹松是轻松的松，不是收尾的松。松松松柔的松。嘿，发抖吼，腹部，我讲简单的语言啦，腹部放松，发抖吼，放我三回，放我三回去哦，啊才转腰腹。恭维是安尼啦，讲话有前后嘛，啊你做的时候，你就是要腹松转腰腹。哦，这是瞬间，可以说也是同时的动作啦，哦，所以这样做的话就会比较松沉，哦，松活度会增长。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是收尾礼。哦，收尾礼。对。哦，
怎么样说是吧？太棒哦！你今天提的问题都很棒哦。我们来看他修为如何。修为里吼，你若有站桩吼，要修吼，还是较会了性。这个这哪有病？这有墙壁吼。这哪无拉拉波罗吼？这个不修。这腰间哪哪？而且这在骨节。妈妈，老师，我在家过表感动哦，各位参考。你站桩的时候哦，所以我现在是离开墙壁哦，离开墙壁大概是15公分左右吧哦。我们不要太刻意了，就是不是过脚跟不要跟墙壁平啦，过脚跟你离开墙壁，啊，你的这个腰部哦，仙骨这个家哦，腰部这个所在较宽嘞。放在这个边，啊，安尼手无法进去，哎，我就有缩尾的了，我缩话。哦，如果年轻人哦，你可以更低的，不必。我们因为要缩骨的关系，你这样子高架就可以了，这个叫做缩尾。如果我没有缩尾，我做一个没有缩尾，手手都回来了，因为妈妈手都回来了，哦，这个没有缩尾。这骨头拢是安尼啦，反正移啦吼。还没利用的，安尼靠，安尼移一下就好。你再拉一波，再拉一波。啊，像这个吼，这个美丽甲收尾下内底入来，甲收尾内底入来吼。美丽本来是较后壁，啊，甲收尾内底入来。即话说尾离正中啦，收尾中内面啦。啊，不要刻意腹部去收缩膨胀哦，不要，这样搞了后来只会痛哦。不是提干哦，买利是安个事，就伊两呐，你若收落去哦，你会感觉安尼，两股前车有力，前车比较深层。你感觉安尼哦，真实安尼，安尼才好。我你若安尼，啊，结果迄个提干哦，啊，变做卡落去啊，啊，就爱坐落去，啊，就伸落去安尼，买利也收个袂安。还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么我们这第二节课就到此哦。第三节课还有哦，有我们总教练林老师来指导。第三节课是实体课，有没有问题 ？OK， 那我们就第二节课就下课了哈、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各位请扫席。医生，经理，谢谢教授。